看破盾打多少，365的输出，对英雄的伤害3398，对英雄伤害768，哦，很多哎，365的，我掰不下去了，我掰吧。 Time for a true display of skill. Watch and learn. No luck, all skill. 来出夺魄，哎，夺魄好便宜哦！你自己想想看，夺魄这个装，哎，基本上是全部属性都屌打。 屌打魔剑哎！白痴，我当然知道打比魔剑痛啊！有一个闪耀剑打的就应该痛，因为现在希维尔那套就是只丢 Q 而已啊，他那套就是不打人啊，不辅攻人啊，就是靠着他的那个机动性，然后还有他的自保能力，疯狂的掳削别人。不过你要知道，我觉得雾川流都是蛮吃队友的，后期都不会很强。 还好啊，太早被搞死就买长剑啊，对不对？不会很难过啦。然后像现在也是不用急的，以前都要想拿 Q 去叠那个叠水滴。居然不带斧哎！ 哇，这个打野的路线爆炸了！不是还不会逮捕的。完蛋了！方盾，对不起，我刚才退补的。但是我们赚吧，这个我们赚吧。 我、哦、这九筒很会玩诶，都所有东西都扣到最后了，好猛哦！九筒总一直在我后面啊。怕 TP 不怕，其实不害怕九筒，干我就知道。 是还好，没有很亏。哈哈，有点说怕 TP 不怕酒桶。哦呦，很痛哦。 怎么会消吗？可能会哦。不要有压力，不要有压力。核心装出来了 ，CDR 加5%。换掉总伤，不要玩饭。有凯撒就不要玩饭吧，虽然饭比赛换来打凯撒啦，因为坦克辅助饭还是比较好过的。 要先点名啊！ 打野目前算是在我们这吧，可能在这边左边的这个，然后我们纳尔也在左边。哦，那现在在那，那我们现在赶快过去。荣耀出了20秒，不行 ，CDR 65。 目前边线没有主导权，有那条风龙之后，不要玩饭嘛。我走错路了，他没有闪现，你没有萨米拉。 哇 ，Q 的好啊！啊，这个龙，哦，可是我们好像没有强开哎。你们觉得我们这场怎么开到人啊？是不是只能等我被开？这个我很会啦。左边现在很多人。 对面好像也在等我平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是这么的关键。先拉打。 好，可以八龙了，可以八龙了。哇，超级有人，超级有人，被蹲啦，还是可以，还是可以，一比几了呀？ 我们破个阵哦，他们要吃，可能要先问过我们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应该不用问我们。 右边好像有人呢。草里有人，先刮了。哦，走下来。可是遇到沙弥拉还是会输啦。因为一打一要打赢沙弥拉，没几只做得到。看破盾打多少，365的输出，对英雄的伤害3398。 这应该在768，哦，很多哎，365的，我掰不下去了，我们掰吧。有萨米拉很麻烦呢，你就挡我一招。 兄弟，哦，我们这边就是跟他换家了，纳尔绝对没有拆的我们快。纳尔一定要回来了，这他是一定要回来，他一定要回来，他不可能不回来，所以不要回去。他不回来就一定 GG 了。 哦，刚好有一只兵没死哦，他们有没有在点那只兵？结束啦！靠着我们的冰鸟，还想说我们冰鸟没有用啊？没有啊，他们当然是换家比较赚啊，只是他们路上那个人都死掉了，太强了。